大家吃饭了吗？我们是吃饭兄弟，今天来到了猫下去敦北俱乐部。他刚好有办一个特别的活动，他的鸡尾酒跟葡萄酒可以喝到饱。今天一样找了杰克。Hello， 今天是来免费喝酒，不知道杰克想要喝几杯？每一种都来一杯哦。杰克应该平常蛮常喝酒，所以酒量应该还不错。没有了，刚好有这种喝酒好康，一定要来品尝一下的。我们就准备开喝喽。Go。调酒后，它总共有十种品项：甜点、蜜桃蒙冰茶、百香蒙果茶、草莓饮。好，就是它最爱。我们要一个冠军薯条。调酒来了，那好，先干杯了。一种干杯，耶，干杯。它有蓝姆、波本、龙舌兰、草莓跟柠檬，很香的。蜜桃蒙冰茶。蜜桃可以直接抓，它有一点杏仁的味道，很香。是哦。百香蒙果茶。清酒百香果，紫苏白薄荷，紫苏味道蛮浓的。看你喝谁啊？冠军薯条。现在先吃冠军薯条。管的脆，有蒜头香味，蛮陪侍的口味。是第一杯要喝完的。现在已经有点飘飘的感觉，有哎，我头有点晕。炸鸡，接下来吃看它的炸鸡。怪酥那个，很多汁，好，外面超市。蓝色是忧郁。蓝姆酒焦糖咖啡的味道，加起来蛮特别的香味，还有柠檬有点，就酸甜酸甜。发财香橘，红色加龙舌兰，还有加点波粉，配上它的一点柳橙的味道，是一杯是够劲。喝完看股票，不过今天假日没有开盘。里面有琴酒，还有约翰走路、香蕉、红茶跟姜，算是解腻。一口大肠，一口酒，好的。猫下去酱五花乳肉饭。哇，这看起来好吃哦。来喝酒。它蛋黄跟也是溏心蛋，就它是鸭蛋。哎，溏心蛋啊。哈哈，不是鸭蛋吧？醉了。主要它饭真的很好吃，粒粒分明。每道料理都是有设计的，都有它的独创性。好好吃，喝完了，喝完了。炼乳滑蛋炸面包。对，蛋，有加炼乳蛋。真的有炸面包的甜味，蛋加那个炼乳，蛮好吃的，一个大口吃。翠玉鸡丝青酱凉面。其实之前先来拌一下，杰克已经脸红了。它青酱的味道会比较淡一点，因为它是凉面，酱的味道不会味道很重，吃起来非常清爽。辣味红酱牛肉凉面。面条真的非常多，有鸡丝冰镇的感觉，冰镇才会有那种鸡排，牛肉烟熏牛肉感。猫下去招牌凉面，我是不是先一样先拌开吃吗？的感觉，我觉得南部凉面，好像味道很丰富，主要面皮酱各位加它的酱汁，我们来挑选一下到底三种哪种比较好，味道最重，味道刚好，稍微淡一点，各有各的特色。这边凉面第一名就是它，真的。那第三 round 的酒来喽，耶，直接喝第三杯调酒，金冰加可乐，就是最常见的威士忌口味，它跟威士忌加的比较多。我每次去夜店或酒吧，一定都会来一杯。杰哥是夜店我今天才知道，琴酒通灵水，琴
酒、绿茶、通灵水跟绿柠檬，也是蛮清爽的啊。我这杯威士忌加苏打，非常单纯，它只是多加黄柠檬在里面，比较喜欢喝水果的。这一轮的应该是酒味的比较重。哦，我们这一轮主持人先把它完成吧。炸小卷三杯饭。好像应该都愿意煮的，超香，超香的。第一次吃到三杯。喝完半支。红酒、兰姆、龙舌兰、尼克加四种酒，多文旦、柳橙、可乐跟柠檬，各有一点偏柑橘类的香味。第五 round， 干杯！红酒、白酒，好喝。好，好，怎么样？榨菜排骨饭。它饭就是比较湿的，不是干干的，配排骨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觉得现在几分醉了，要几分？就是，现在剩三分给你。第三 round， 两杯奶茶。第六 round， 我刚讲第三了，对啊，说第六。第六杯三杯。香港冰奶茶，咖啡味比外面的还重，嗯，我蛮喜欢这个咖啡味，真的。好，喝完了。我喝完了，第六杯。第七 round。酱烧葱油烤肉饭，可惜我太少五千了。这个有共同来吃看，烤肉蛮香的，黄瓜蛮脆的，可以搭配它的烤肉，不会很腻。通常酱喝要喝到七分才会醉，平均一个人大概可以喝一大概是五杯。谢谢。不会。来第八 round 了。谢谢。好，后来又加点了一些最后 round 的食物，麻婆豆腐。额外叫了三碗饭，怕杰克吃不饱。那等下饭压的蛮密的，超大的。剩下麻婆豆腐，爱吃啊。它有加蒜，搭配多少菜蛮解腻。麻婆豆腐就是要香麻辣烫，稍微辣又不会太辣，麻香味。猫下去蜂蜜总会三明治。它不是有蜂蜜的香味，搭配盐焗的皮，是蛮好吃的。猫下去锅烧意面总会。里面料蛮多的，它连虾子都帮你去过好了，贡丸啊、小卷、香菇、叉烧肉。锅烧意面开吃啊！哦，有沙茶的香味，不愧是专业的锅烧意面。海鲜都蛮新鲜的，非常 Q 弹。先吃的最后一道叫做猫下去五谷粉浆炸鸡排。但它辣酱就是香味整个有提升起来。那目前我们第七轮、第八轮的酒都在这边，待会把它吃完跟喝完。好，遇到地震吧。因为我们关闭了酒吧，都倒进去。然后豆腐倒进去。黑糖粉圆冰，现在要来做什么？黑糖粉圆冰，黑糖粉圆冰，太牛了，黑糖香味。全伟家百分百牛奶冰淇淋，这是牛奶口味。
Thank you very much. 也喝冰的，那个冰蛮清。蛮清。牛奶，脆脆的口感，像一杯牛奶糖的味道。焦糖布丁。巧克力牛奶跟一般布丁，对，皮蛋布丁。三色布丁口感怎么样？它搭配另外一点，非常爽口。一口接一口，它口感比较像奶酪的口感，对，蛮好吃的。提拉米苏。有起司的质地，对，乳香味蛮重，然后带点酒的酸味。那下面应该是焦糖加一些柑橘类的，尤其是要这么特别的加的。完成完啦 ，Oreo 起司蛋糕。蛋糕都有起司的咸味，加上它的薄荷叶，吃下去蛮爽口的。今天来毛家区吃的非常开心，这样酒应该就有会超过单价5000块，餐饮大概6000多块，这桌12000元。下次如果自己来吃的话，想要再点来一道炼乳滑蛋炸面包，因为它的面包香味真的蛮香的，然后搭配它的炒蛋再加上炼乳，整个就是非常爽口气。我应该就是选它的烤小卷三杯饭，三杯的味道炒那个饭完美搭配。对，我自己会蛮想要吃它的辣味红酱牛肉凉面，给它面皮这样好吃，配上它的红酱，我感觉可以吃个2-3碗。那酒的话呢，草莓你最爱，我还是最爱草莓。个人的话，香港冰奶茶，因为他们的咖啡味真的蛮浓的。我跟 Ace 一样，他这边的香港冰奶茶比较显现它的咖啡的味道，可以一直喝下去，我非常推。这次的微醺吃到饱算成功，对，成功。他这边用餐气氛真的蛮不错，然后服务人员都蛮推荐大家猫下去用餐，然后试试看。那个三杯小卷猫，这个也不错啊。喂，不好意思，喂，你们想试是什么？可以先点啊。想请问这个 shot 是什么酒？ Tequila， 今年最流行的是喝 Tequila， 热量最低，而且喝完明天不会被车碾过的感觉。一人一杯 shot， 感谢猫下去，谢谢。刚吃喝了 Tequila， 我觉得目前还没感觉，但是等一下应该会很惨。Tequila 的味道蛮香的，感觉应该可以抗疫情吧。对，就稍微消毒一下。杰克今天喝了这么多 rum， 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啊，等下喝点水就没事了。哎呦，杰克赞的，尽量讲话思考一下，能够保持自己的意识，不要被酒精给带走。现在意识还清醒，我等一下就不知道了。喜欢这类型影片，欢迎订阅《吃饭兄弟》。杰克开吃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